夜色撩人，讲述了原本有着美满生活的一对夫妇，在遭遇一夜入室抢劫之后，由于丈夫未能挺身而出保护妻子，而将婚姻引向不可控，而将婚姻引向不可控轨迹的故事。影片的女主人公介子和丈夫宗桥北是一对年轻的成功人士，和睦融洽。然而某夜，家中发生入室抢劫。孔武有力的丈夫面对两个瘦小的窃贼，却没能保护柔弱的妻子，从此生活的平静被打破。那夜发生的事却在介子心里留下了解不开的疑团。在追求真相的过程中，她无法控制自己，一步步走入困局。这是一部很难被确定类型的影片。电影的故事情节融入了犯罪、惊悚、悬疑、心理、情感、婚姻、道德、人性等方方面面，既有对夫妻情感忠诚度的拷问。也有对人心道德情怀的剖白分析，是一部很有情感浓度和人性深度的影片。影片的演员阵容也堪称高配，两位实力大神相撞，所迸发出来的演技火花更为影片增色无数。尤其是于南，发挥一如既往的稳定，绝对是那种靠全程在线的演技就能把观众撩拨得不要不要的实力派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期待您的评论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